观众朋友，您要不要试试手气呢？威力彩已经连续20期共估，台彩公司预估今晚的头奖奖金将会上看4.7亿元。威力彩头奖呢，从今年6月12号在台中开出13亿的头彩之后，就一直没有开出头奖，也连杠了20期。那到昨天为止，头奖已经累积了4.4亿元，今晚更会上看4.7亿。业者预估今天的买气将会比平常还要成长20%。